今天上午的9点半，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等五人违背妇女意志，共同使用暴力手段奸淫妇女。法院最后判处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周有事儿，照我看，本周就是个审判周啊。捅死城管那小贩夏俊峰，星期三执行了死刑。大兴摔死孩子那孙子韩磊，一审判了死刑。这小子自个儿在庭上求死，可老百姓说你是求死得死，你还是死有余辜。其实这俩都不算是最火的，本周判了俩名人，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未成年人。李家的未成年人啊，小李子，打从今年2月他犯事儿起啊，这小李子就一直是他们李家的风头人物。他的父母亲一直在后头监护着。其实您注意没有，事发之后几乎半年，他爸爸妈妈呀就没几乎没吭过声。可是到后来，这当娘的是绷不住了，挺身而出。孟歌女士这一出来啊，有一个效应啊，她可能没想到，就是至少对我来说呀，她成功的夺走了我对她儿子的注意力，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本来呢，我是天天看见她儿子的新闻，可她这一出来啊，我天天都看她，看她一个人在战斗。您瞅，这是头一回啊，庭前会议，孟哥闪亮登场。再看到公安部信访办呢，上访喊冤，这成上访户了。第二天又出现在第二次庭前会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这真是风里来雨里去。这孟哥啊都成秋菊了，可是秋菊人家夸呀，这孟哥，哎呦，这每天他的新闻后头1万多条跟帖，那主要不是表扬啊，可是人孟哥还真是，哎，横眉冷对千夫指啊，虽千万人吾往矣。说诸葛亮舌战群儒，你瞧这孟哥一个人跟全国网友聊，那个南都周刊就评论说他，说他每一次为儿子的辩护都是他护短的证明。可人孟哥反唇相讥，说我作为一个母亲，为了维护我孩子的尊严，做神马都不为过。还说了，这个时候他还说呢，还叫板呢，说我儿子16岁，他们一路追到我家楼下，到底是谁强奸谁。而且这孟哥还冲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呢谆谆告诫，说法院对这个案子要慎重啊，不仅有国内影响，而且还有世界影响，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中国司法能不能回归正常渠道。你瞧他这话聊得有点大啊，也符合他的身份。可是我倒觉得他对媒体说的另一句话呀，可能啊是他很真心的担心，就说难道我儿子从此一辈子就是个罪人了吗？他以后还要不要生活？他以后还要不要生存？可是人老百姓也说呀，你这个当妈的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其情可感，可是时间是不是有点晚？其实我看这孟哥只是在名人和一个母亲之间，他是彻彻底底的选择做了一个娘。母爱啊就是这样一种啊很伟大，其实也很可怕的一种力量。当然我就是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例外的，有些女的你就觉得她到底还是不是个母亲。就是最近在武汉，你瞧这个图啊，14层楼的这个阳台上，这个当妈的在干什么？她这娃娃才2岁啊，她就拽着脚腕子要把她娃娃往楼下扔，这底下这邻居都看着大呼小叫，拿毯子就接呀。消防队破门而入，警察问你这怎么了，你这是当妈的吗？
哎呀，这女的说起来也是一苦大仇深，说我老公打我呀，他整天打我还把门锁了，今天呢他又打了我，把门锁了就走了，扔下我们娘俩在这儿。老娘我这是啊，这个旧伤未愈，又添心痕呐，我是不想活了，说我不想活了，我带着孩子一起走。你有什么资格决定你孩子的生死？看到刚才这一幅图景啊，我不禁想到已故的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他闹过一回事儿，就是在德国，他有一孩子试管婴儿吧，他要跟粉丝们分享他的这个喜悦，这歌星要是一狂喜啊，一般都有点过头，他把这孩子啊抱着就是到栏杆外边去跟大家这么忽悠，让给大家示范，底下人德国人一片惊呼啊，人家外国人觉得孩子是怎么是你父母的，孩子是社会的，孩子是公共的，哪个父母甭说是定生死打都不行啊，你在家里管教孩子你敢打孩子，邻居能报警的，在外国。所以当时啊，就这 Michael Jackson 这遭到这个全世界的谴责，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孩子，可是实际上他是太爱孩子了，没准儿他自己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以至于啊，他把他这个庄园都弄成梦幻乐园，他一直以为他是那个小飞侠。咱能从孟哥聊到迈克尔·杰克逊，这俩有什么关系？这俩都爱孩子，可是也都被人家说你是爱还是害。最近啊，这个害孩子的新闻怎么这么多？而且害的那个程度啊，真是让人发直。看这个 X 光，刚满月的女婴身体里给扎了三根钢针呢，缝衣针，谁干的？他亲爹。为什么？就因为怀疑啊，这不是他亲生的，不是他亲生的就能拿钢针扎死他呀你。再看大桥下边，这也是最近新闻呢，发现9岁男童的尸身呢，这父母亲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妈妈当时就疯了，精神失常，谁受得了这个刺激？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想问这个为什么的话，那您就可以听一听今天我准备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得从一小山沟说起。这小山沟啊，有种特产，盛产呢、啊、蝎子。今天可能有的年轻人未必都见过蝎子，咱可以动物世界一下。你瞅这个，人都说啊，这个心如蛇蝎，还真是冤枉蝎子。人要狠起来，那比蝎子毒啊。而且人还不能吃呢，蝎子能吃，是一道美味。所以这山沟里这农民呢、啊，爱捉蝎子去卖钱。话说8月24号晚上10点多，有对老夫妻啊，又说咱这晚上没事干，又逮蝎子去吧，到山沟里去抓。可那天也真有点奇，一晚上一只蝎子都没见着，就是越往这个山里走啊，越听见一个声音，嘤嘤的那么一种声音，说闹猫呢还是什么，有那么点啊，这个像这个小孩的声音。当地人啊太迷信了，这大半夜里听见这种声音，最后这老太太说，哎呦闹鬼呢吧，哎呦这老两口啊
扔了筐就跑啊，往村镇里跑。跑回村镇呢，跟一群人呢往外走的人呢撞个正着。这帮人在干什么？这帮人呢，敲锣打鼓的啊，提着灯的，在喊呐、啊，孩子孩子，找孩子，谁见着我们家孩子了？这老夫妻这一碰上一想，哎，那哪是闹鬼事，小孩的声音吧？赶快赶快赶快，领这帮人到那逮蝎子的地儿。一群人呢，拨开了灌木草丛，见到一个昏迷的男童，血肉模糊啊，俩眼肿得跟鸡蛋那么大。送到医院之后，医生才发现俩眼肿啊，俩眼已经是两个空洞。没错，我今天要说的正是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震惊而且特别揪着我的心的那个山西小男童小彬彬。他刚刚学会了一个歌。是啊，他学会了一首歌。那你怎么这么厉害？那你唱给阿姨听听嘛。你唱吧，宝贝儿，阿姨听着呢。大朋友，好难个大朋友，听歌里我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哇，唱的真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按说这世上特惨的孩子很多但我怎么觉得跟这个小彬彬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都头一次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难过就甚至我就闭上眼睛啊就去想象着手指头挖自己眼球的那种感觉就特别替他难受你知道这个小彬彬送到山西省眼科医院呢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的眼珠子没有了这个呀这个做父母的人都理解小孩为什么可怜呢这个小孩特小的时候啊他就是病了他自己不会说他不知道你就看他那么难受啊特别可怜开始有传说说这凶手啊是这个给小孩下了麻药挖眼睛后来说不是啊生抠出来的这个疼痛啊一直让这个小彬彬情绪不稳定他不知道没了眼睛啊跟他妈妈说啊说妈妈这个天怎么还没亮啊是不是拆了这个纱布我就能看见天亮了呢他是个纯恶劣的小孩才六岁马上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什么人能这么干山西省汾西县公安局发布了悬赏通告，悬赏10万元人民币，全力缉凶。可以证实呢，这个衣服上的血迹，就是他在作案的时候，受害人郭斌和反抗、挣扎的时候遗留在衣服上。目前的该案已经告破，警方确认嫌犯。山西6岁男童被重伤双眼案日前告破。一张嘴说人说事说你我一双眼看山看水看人间一件事有1000种表达有一句话只属于滔滔不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央视财经频道每周五晚邀您品味农夫山泉各位可以如下方式参与我们节目有机会获得奖品甚至还有季度特别大奖一名奖你一辆汽车奖品由广汽吉奥汽车特别支持
欢迎回到农夫山泉滔滔不绝。这个女人瘆得慌啊，她就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她就是张慧英。她这一揪出来啊，千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她吗？要闹清这事儿，咱得先从他这个大家庭说起。您看中间的老爷子，老爷子膝下这小孙子啊，正是这可怜的小彬彬。小彬彬就是画面的左边就是小彬彬的父亲和母亲，那后排中间的那个呀，是这一家啊，是两个兄弟一个妹妹，是他这家的妹妹。然后画面的最右侧那个男的就是小彬彬的伯父，也就是小彬彬的爸爸的兄弟。而在这个兄弟旁边的这个女人就是张慧英。是张慧英抠了他亲侄子的眼珠子吗？我知道到今天都有人不相信，甭说您不信，村里人都不信。甭说村里人不信，开头啊，小彬彬的爹娘都不信。小彬彬他妈就说呀，他可能吗？那是他伯母啊，那伯母这小彬彬管他叫大大的呀。刚送到眼科医院的时候，我还给他打电话呢。当时让小彬彬在电话里跟他大大就说过话，小彬彬甚至还在电话里跟他大大这说问呢，就说大大，你知道我的那个眼珠子给人挖掉了吗？说当时张慧英在电话那头听了情绪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啊，哇哇大哭，这个反应。8月27号，这个汾西警察多紧张啊，还在到处找人呢，跟张慧英问话。可是问话之后第二天，这张慧英啊瞅着不对，脸色苍白，说话呀越听越奇怪。这个睡觉睡到凌晨这个3-4点钟，嘣噔一下就醒过来，就是说胸闷喘不过气来，啊怎么办，啊吃点药吧，啊吃点药躺下睡不了多一会儿，喂又起来了，说怎么睡不着啊。他说呀，院子里头啊有人叫我。说谁叫你啊？他说有个姨婆呀一直在叫我出去啊，我要出去啊。结果到了第二天，呕一口吐出来了，吐了什么？一口吐了20片止疼药。她老公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说：“这药不是我要吃的。”说：“谁让你吃的？”说：“那个喊我吃药的姨婆呀，又来了，她让我吃的。”然后就在村子里晃，晃啊，一会儿说：“哎，我烫了头发，啊，我好漂亮啊。”什么我是神呢、啊、我是鬼啊，村里人都听见了。然后又过一天，还说他那姨婆睡不着啊，这个姨婆是我在庙里遇见的，一直就来叫我呢。8月30号早上6点多，噔一下张慧英又醒了，说呀真的是睡不着啊，他叫我叫了一晚上，说是一直叫我跟他走啊，说不行了，我累死了，我得睡会儿。临睡前他跟家里人说，我胸闷呐，我得去另一个地方了。接下来家里人以为他休息呢，结果听到了声音。什么声？张慧英投井的声音。临汾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在此次案件中负责对现场提取物证进行检验鉴定。30号上午呢，我们接到从现场送回了一件紫色的上衣，经过 DNA 检验呢，说明这件衣服呢是张慧英所有，可以证实呢这个衣服上的血迹就是她在作案的时候受害人郭斌反抗挣扎的时候遗留在衣服上。那么张慧英是否参与了寻找和救治小彬彬？她衣服上的血迹是否是参与救治受害人时留下的呢？
这个绝对不可能，因为当时抢救的时候有十二个人来参与这个抢救，犯罪嫌疑人呢在这个抢救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有一点很有趣，今天咱们说啊，孟歌和张慧英两个事件，两个母亲啊，涉及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吧。你看啊，这个舆论的这个方向，李某某这案子控辩双方还各执一词的时候，网上那大多数舆论呢已经断定这李某某肯定是犯罪无疑。可是张慧英的案子公安局都定案了，拿着证据漫天去解释，可是呢人们好像还是怀疑，哎，不相信是张慧英干的。这种对比也很有意思。那么为什么张慧英要做这个事？有记者呀说，干脆我上他家那个乔家庄那个村儿去瞅瞅去吧。他生活的这个村啊是个典型的空心村，原来有这个400多口子人呢啊，现在就剩下几十户人家。这个你看，这就是这个村儿。哎，这是张慧英啊跳井，他跳的是旱井，之后这村里人呢收敛他，推着他的棺材。你看这个村的人年人均收入1047块钱，这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这够赤贫的。年轻的后生们哎早都远走高飞了，剩下在村里的就是老弱妇孺这么一个环境。而且呢咱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啊，在那个山沟沟里啊有他的小文化。什么文化？哪家就是丢只羊啊都要找法师去算卦。这个张慧英精神异常的时候，她老公第一个反应是烧香驱魔啊，这张慧英是中邪了。村里人议论起这一家小彬彬这一家来啊，那都是觉得见神见鬼。为什么呢？这个迷信呢、啊、至少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很多事儿不能解释，可是也真有点邪的。就说小彬彬这个家族啊，他这个命运确实是挺怪异的。我跟您摆摆啊，33年前这家里小彬彬的奶奶怀着身孕上山，莫名其妙掉下来摔死了。前些年小彬彬的姐姐有一天突然失踪，全家人找遍了全村，最后是把一邻居家的水井啊水抽干了，赫然见到他姐姐的尸身。张慧英的老公就小彬彬的伯父，这真是倒霉催的呀，一个养鸡的筐子砸了他一下，肋骨折了一根。小彬彬的父亲开翻斗车就能侧翻出车祸吧，把脚跟就给摔折了。这张慧英家里四个女儿吧，有一个女儿还得了肿瘤，看病就看了41000。家里这就靠着这个张慧英一个人干活支撑这个收入。可是张慧英呢最近前一阵又闹了个腰椎间盘突出，越干活越疼。你说这家人，村里的这个法师都说呀这是中邪了，哎，这是什么像诅咒一样，说这个没有做法呀，没有做法。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所谓文明社会里的人，我们可能听着这玩意儿很荒唐，居然世界上有些人是这么理解问题的。可是也别忙着说咱们自己对这种迷信的心理，对这种不安全感呢就能够有多大的免疫力。不信您看看前一阵儿都什么人跟那个王林大师合影来着呢？而且你就说这个首都啊北京城里，我跟你说都有那个风水大师培训班啊收钱的，说想当大师吗？
5000块钱包你当一个。这财经频道记者还专门去暗访啊，哎，真拍下了一段风水大师训练班班主，你听他怎么给你砍。乾隆风水便宜，4800块钱，只要小学以上文凭都能学会，这个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文化，看风水就为了挣钱啊。我的好多活都是这看就该算命来的，我的建议就是先就学个算命，再学个风水。这个呢，你要想学这个7天，肯定是能学会。东北人举办好事，你知道吧？因为在北京，我认识的好多东北举办特别好事，很能砍人。啊，学风水实际上也是需要举办的，所以东北人学这个，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的好多活都是这看就该算命来的。你比如我呗，我是搞这个的，他来了，他来了，说师傅，你看看我这几年运气。我直接说了，你到小区门口我就知道你这两年是婚姻这个事业不顺，你信吗？啊，问婚姻，比如你来问婚姻的，你下个地铁站我都知道你婚姻不顺，知道为什么吗？啊，只有你不顺才找我。这是五迷三道装神弄鬼的事儿啊，其实谁也别忙着笑话谁，这个碰到很难解释的事情啊，人往往容易疑神疑鬼。所以城里人也莫笑话这个乔家庄的人迷信，在他们看来，这张慧英如果是他挖了小彬彬的眼睛，他又投井身亡，唯一的解释是着魔了，中邪了。可是这对咱们来说是理由吗？可是这个公安局啊，只是拿出了证据，但是人已经死了，也很难说出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倒是这个记者呀，上穷碧落下黄泉啊，找来找去，给他们倒是找出了一点点，勉强算是一点理由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广告之后滔滔不绝。一张嘴，说人说事说你我；一双眼，看山看水看人间；一件事有1000种表达；有一句话只属于滔滔不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央视财经频道每周五晚邀您品味农夫山泉滔滔不绝。各位可以如下方式参与我们节目，有机会获得奖品，甚至还有季度特别大奖一名，奖你一辆汽车。奖品由广汽骄傲汽车特别支持。欢迎回到农夫山泉滔滔不绝。刚才说到，如果是这个张慧英，那她为什么要挖小彬彬的眼珠子？据说可能啊跟赡养老人有关系。这就要说这家人呐，这是倒霉催的，还漏了说他们家老爷子。他们家老爷子是怎么着？脑梗塞中风瘫了，瘫了呢，三兄妹谁养老人呢？小彬彬他爹不是出车祸把脚跟摔折了吗？也是在家里不出去啊，做点电子麻将机什么的。这下好了，就商量老爷子就放在小彬彬家养着，那两家呢，每家啊给钱，你不出力，你出钱，每年给5000块钱给这个小彬彬家做养老费用。但是呢，这5000块钱呢，实际上张慧英并没有给。为什么呢？因为小彬彬他们家呀，曾经还借着张慧英3000块钱，为了给小彬彬治这个唇腭裂。所以两下里这么一说呢，就我该给你5000，你本来欠我3000，行，现在我就还欠你2000。这么着，最后张慧英还欠小彬彬家呀2000块钱。咱听着可能觉得怎么这么绕，可是对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1047块钱的村子来说呀，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可能经常就是几块十几块的矛盾呢，2000块很可能会是大纠纷的。当然再大你犯得着挖孩子眼珠子吗？这就得犯罪心理学来解释解释了。听听李玫瑾怎么说。李玫瑾分析称，第一，张慧英可能不想置孩子于死地，
第二，他又想让孩子家人痛苦。因为一个柔弱的女性，她去伤害一个孩子，她除非把她掐死，掐死又算杀人了，所以她就觉得那样她不就解气了就行，是她的独苗了。说实话，我听着李玫瑾老师的这个解释啊，也觉得牵强、勉强。这个张慧英啊，就是欠了2000块钱，心里不爽，要向你们家的独苗下手，让你们难受。其实，如果是张慧英干的，我不认为我能理解张慧英的内心世界。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死了，所以就给我们留下这种无可缩解的尴尬。和这个明明公安啊都证据确凿的结论了，但是呢，长久长久都有人在怀疑。不过呀，我触动的倒是他们的这个乔家庄这种生存环境，让我想起啊，这个我曾经碰上过一位台湾的导演蔡明亮。蔡明亮导演啊，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他呀跟我说，他拍的很多这个电影和戏剧当中啊，都有一个跟父亲的这个情节的问题。他记得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啊打他们打得非常狠，打得非常凶，他脾气很这个暴躁。那时候父亲每天好像干在外面干活啊都很累啊，回到家打孩子。所以他说他成年之后啊，有一天似乎能理解了父亲。他发现呢，往往啊在生活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极其困顿的家庭啊，他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父亲往往容易啊施暴于孩子。这当然不是伤害孩子的借口，但是也是我们理解某些问题的一个背景。但是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谁没有生活里的困境和绝境呢？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啊，可以说是伤害孩子的正当理由。因此我最近看这个新闻，就越看心里啊问号越多。怎么这个残害孩子，甚至于拿自己亲生的孩子下手的这样的事情一桩又一桩呢？不管你给我多少理由，每一次伤害孩子的事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什么理由它都不是理由。哦，你说欠了2000块钱家庭纠纷，那就要抠孩子眼珠子吗？你说这孩子你怀疑不是你亲生的，那就要拿钢针扎他肝脏里去吗？那个南京饿死女童案，那个亲妈呀，啊，你说他有理由？他有理由打他吸毒啊，他拆迁什么社会问题，那亲妈就能把自己的一双女儿锁在家里，锁那么多天，活活给饿死，发现的时候都风干了，这还是亲妈吗？这个让我们不能够接受啊，这不能够理解啊。我想啊，这可能是人类啊不会停止的一个追问。每当这种害孩子的事情发生啊，在这个社会公共记忆里，它都会是一个伤痕。为什么？因为它让这个社会大众啊不安，让我们觉得那些还是不是人类，
这人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过话说回来，看到伤害孩子的这个事情，我们不解，我们疑问，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的理由和解释，这种东西啊，其实恐怕也是善。因为所有的这些不解、疑问还有愤慨，都是发自于人类当中99%的爱孩子、心疼孩子的心呢。在这样的心里，每见到孩子受伤害，谁能不慨叹孩子啊，孩子。是随便便，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一个人在身上要学会坚强，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遥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我认为